嚟到呢個叫做 Impact 嘅地方，係今日有個咩車展啊？係啊，有個車展，好大喎、啊。好像剛才走到好像機場那邊另外一個的都是 Impact Challenger 我們現在在找我們想去那個叫做 Motor Expo 我們先看看哪個科你看這裡真的好像一個機場也挺漂亮的 design 辦法的吧上到嚟啦，呢個 Motor Expo 先要 check 咗我哋嘅 vaccine passport 有啦，先可以入場嘅，再加埋張飛。啱，好，啱 ，OK。好。哇，好大的一個場，由邊度開始行先啊？哇，好大喎、啊，去到。去到我们走中间先我们走中间先、啊、Motor Expo 这个泰国的年度车界盛事每年都在 Impact Challenges 度举行场地是由三个无柱的展馆合并而成空间多达60,0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无柱展馆来的车展除了有不同品牌的新车推出之外亦都会有很多优惠吸引客户的所以都吸引到很多人过来啦除了新的车款之外会场也有很多空间摆放不同年代的一些经典至于是什么我就不懂讲了大家看片吧有咁多架有牌你影，几时先走？如果对啲大车部兴趣咧，都可以买呢啲。好似我咁觉得好无聊，都可以睇下呢啲玩具。哇、啊，好多碌啊！嗰啲叫拎，拎系入边嗰嚿啊嘛。出面那個叫什麼泰sorry 無知的人來車展有什麼做其實除了看車之外都有很多其他玩意的好像打機一樣這裡都有很多不同賽車 game 給你玩的現在是調轉了是不是調轉了不知道我沒有看到好犀利喎！你可以係咁甩你喎。唔係你俾得太多油啊嘛。哦，我太努力啦。睇你個樣子。好認真噶。哇！認真到你。做嘢都。即係唔睇個 mon 咧，以為你係真係賽車手啊。รถผ่านไปได้สีแดงหมายถึงให้รถหยุดสีแดงอ่ะสีเหลืองฮะลูกสีเหลืองก็จะมองนิดนึงนะทุกวันนี้นะอันนอกเรื่องนิดนึงสีเหลืองต้องมองมาฟังไว้นะลูกสีเหลืองส่วนใหญ่差唔差？拜拜，你死，罰款。
本来都几担心我对车咁冇兴趣，嚟到一个咁大嘅展览咧就会好闷啦。但原来唔止车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玩意，亦都可以咧见识下其他嘅奢侈品，好似呢啲游艇咁。咁呢个展览咧就会去到2021年12月12日嘅。咁就算你哋未嚟到泰国咧，都可以加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会睇到会场更加多嘅活动同埋车嘅靓相嘅。咁今集时间就去到呢度啦，咁记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下我哋嘅 channel。下条片再见啦，拜拜。